后疫情时代，观众想维持身体基本抵抗力，其实小芝麻也有大学问。主要原因是黑芝麻含有铁和维生素 E， 可以预防贫血，帮助减少血管内的胆固醇，同时还能活化脑细胞，更不用说是打造家常美味的好帮手。因此知名网红 Choice 特别要向美国华人推荐居家必备的营养美味。台湾的芝麻呢，其实在美国呢，其实非常非常受欢迎哦。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可以买到芝麻粉啊、芝麻酱啊，甚至是拿来做拌面的这个芝麻的这种拌面拌酱包啊，其实在这边呢都买得到。然后呢，有很多的东西呢是可以把它运用在生活上面呢，让老人家也好，让正在发展期的这个青少年也好，甚至是连我这种熟龄女子呢，都应该要特别注意的这些身体的这些变化呢，都可以从芝麻里面呢去摄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丰富的营养。那我要为大家介绍呢，就是我在家里呢就可以做出这么多好吃的芝麻食物哦。那第一道要介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高钙，而且呢又特别美味的芝麻吐司。看好对初学者来说，做法最简便的芝麻吐司，不只方便搭配中西餐点，且一般素食民众多吃黑芝麻，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需要大量脑力的上班族则可补充脑髓，甚至年长者更需要透过每100克黑芝麻中富含800毫克的钙质来维持骨骼强健。像我用两条分量的话，就是650克的高筋面粉，然后50克的芝麻粉，再加上370克的牛奶跟水，然后呢再9克的酵母、9克的盐巴，再加上65克的糖，再加上一颗蛋。那这样子呢，经过发酵整形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呈现，可以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芝麻吐司呢，就特别的好吃。那如果你还再加上这个芝麻抹酱的话呢，哇，那真的是连小孩呢下课以后，他马上就要抢着吃的好食物哦。至于已经有基础西点经验的妈妈，则可以挑战麻薯面包，特色是能拥有香弹软嫩的口感，且不论是搭配黑芝麻内馅或黑芝麻枫糖抹酱，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爱。再加上黑芝麻具备小分子好吸收，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帮助年长者延年益寿。它是用中筋面粉，然后呢也加上了一些蛋，然后呢还有一点点的酱油去提味，然后呢再加上少许的芝麻粉呢，然后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芝麻面包。然后呢重点是什么，它里面还可以放上这个抹酱一起去品尝哦，所以其实你可以放一些起司啊，或者是放一些抹酱进来，然后让它风味更好。那这个也是出炉呢就很好吃，然后呢很 Q 哦，然后吃起来好像有抹吉的感觉。那另外呢，你甚至也可以把抹吉呢直接放在面包里面，然后呢跟上这个枫糖抹酱呢，然后一起做。那这样拉开的时候，那个抹吉 QQ 的特别特别的好吃。且为了对抗炎炎夏日，许多华人抱怨太油太腻的中式餐点不好吸收的情况，网红 Choice 则推荐清爽却不失营养的椒麻或胡麻拌面，善用中药理论中黑芝麻可补肝肾、润五脏的作用，来帮助改善因夏季营养失衡、肝肾精血不足所引发的眩晕、腰膝酸软与四肢乏力。比如说你呢煮好了你喜欢的这个面条啊，然后你只要加上这个拌酱，你把它拌酱呢拌在上面，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小黄瓜，你把小黄瓜切丝，然后呢做一些蛋皮呢鸡蛋把它切丝，再加上一些生火腿啦或是火腿把它切丝，这样又有红色又有绿色又有黄色，非常非常缤纷之外呢，像这样子很容易入口的芝麻拌面呢，其实在夏天呢是非常推荐的。且暑假期间，不少小朋友还喜爱品尝各式甜点与下午茶，这时不妨也考虑非常适合可以居家轻松上手、不会死甜的芝麻布丁。透过黑芝麻中可降低体脂肪、帮助体内调节好坏油比例的特色，来降低胆固醇，通常润便。就很简单，用糖、用蛋跟牛奶呢就可以做出来。如果你真的不会做甜点，你还可以去买那个布丁的预拌粉。其实那预拌粉呢，加上鲜奶油，再加上牛奶，然后呢预拌粉拌一拌呢，它只要把它放凉了，它就是布丁了。哦，所以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容易做的。然后重点是平常我们吃布丁就说哎，我们不要吃那么多甜食哦，这样好像对身体不太好，但其实你加上芝麻以后呢，其实它就是在吃这个享受甜点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摄取到人体必须要的营养。对于如何选择好品质的黑芝麻，网红 Choice 则推荐来自台湾主打专门经过八道研磨工序，细致好吸收，且拥有比牛奶高17倍钙含量，以及保证新鲜无油耗味的支出
出高钙黑芝麻粉。用的支出呢，我觉得就让人家很惊艳。为什么？因为它的粉呢磨得很细，细到是其实你直接搅拌呢，它就已经融在你的饮料里面。那其他的产品你可能会有结块啦，或甚至搅不开，然后甚至呢它在保存上面呢就很讲究，比如说你一定要放在很干燥的地方，然后如果万一它结块，厂商会跟你说啊这个就是湿度太高问题。可是呢支出呢不会，其实在台湾也用支出，然后在这边也一样，它是不会有结块容易受潮，不会，它是完整，因为它是纯芝麻粉，它没有加上其他的添加物或是什么加其他的粉类去防止它这样，所以它其实不用添加，它就是直接保留芝麻最好的味道。鼓励华人民众善用来自台湾主打完全没有结块与满满香气的黑芝麻粉来取代不健康的油腻食物，真正打造出健康养生的家常美味。观众查询更多黑芝麻的营养成分与好处，请上台湾支出官网。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好吃在哪里？吃什么？看这里，东森新闻美食任务带您吃遍各大美食餐厅、各大异国风味料理，品尝生活，吃出健康。